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过爱情事。是的，阿妈，我今麦去教会，当初无听你的话。今仔日才会甲萱萱行到这款无法度挽回的地步，这一切拢是我自己做出来的。佳慧啊，你唔通安尼想，只要你有这个心，妈咪相信总有一天，萱萱伊厝内底人一定会原谅你。上界重要的是，你一定要脱离黑社会。你绝对袂用再为非三做，你还重心做人。妈，我知影，我一定会安尼做的。虽然我要离开爸爸，不过我也是足爱伊，足尊敬伊，伊永远拢是我的爸爸。那你是不是有可能等来妈咪的身躯边？是的，妈，我想要一个人过日子呢。啊，不过你今嘛……妈，我知我一个人过日子会足艰苦的，我就甲当作是小做就好啊。性格就阿袂化解，我若是回去，黄清风一定为着各位宽容，处处在提防我，颠倒会互你为难。而且萱萱伊爸爸是因为我才受伤，我若是对你回去黄家，一定会去妨碍着国家离婚的幸福。那是这点，你免烦恼啦。因为恁哥哥甲离婚，已经不管你爸爸的反对，已经决定要结婚啊。哥真正决定要安尼做啊。妈，你帮我甲哥讲好不好？有啥物需要斗相共的所在，一定话知影。你放心啦，我一定甲恁哥讲。真正就形成国家离婚的。嘉伟啊，啊，既然你就无要留在恁爸爸的身躯边，啊，你也不爱回来娘家，那呢，你到底要去什么所在啊？我也未想到，不过我相信啊，这天下间哦。一定有一个所在，会当我重新站起的。那呢，妈咪嘛会当离开黄家去陪你啊。妈，你千万唔通安尼做呢。你已经为我做了足济啊，你无需要阁为我牺牲。而且，黄清风也够够，伊嘛足需要你的。不过你嘛是我的后生。你嘛需要我，妈，我已经大汉啊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我自己的。好啦，既然你都安尼讲啊，妈咪就莫要叫你啊。阿姆哥，你还答应我，你爱好好照顾你自己。你也会记得，随时跟妈咪保持联络。若是有任何的需要，一定要让妈咪知影。我答应你。
阿伯，你放心啦，既然哦，我决定要娶离婚，我就会想办法帮爸爸接受离婚这个新妇啦。我绝对会当克服所有阻碍，化解所有困难。萱萱，你别在啦。啊，你来这里啊？搁再来吃啊？你妈敢知影？我跟我妈讲过啊啦。哦。甲恁爸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是？安尼是为着嘉文吼？萱萱，和平是无法度解决问题。你若真正无法度完全甲嘉文放袂记，你就应该好好去面对。你甲你心肝内空嘴砍掉的，这个伤永远袂好呢。我知影感情的代志，外人是无法度插手的。不过我有听嘉伟妈讲，嘉伟决定要离开王府港，要彻底脱离迄个困境，用家己的力量去打拼事业。这个代志，嘉伟拄则拢甲我讲过啊。我想伊是为着你，才决定安尼做的。这就表示讲，在伊的心目中，你是比啥物拢搁较重要呢？阿姨，我即马只想要弥补阮爸，其他的代志我都无想要管啦，咱莫讲假话啦。萱萱，你袂用一世人拢排着对恁爸的亏欠在过日子，你还有家己的生活，还有家己的感情啊。你甲小阿姨讲，对假话的改变，你有啥物感觉？嘉伟愿意为着我改变，我真正就感动了。嘉伟跟我讲，伊袂阁捌学多的代志，甚至要靠伊家己的力量来弥补阮爸的时阵，我真正就怀疑，因为这都表示我无看袂着嘉伟。因为伊是一个有志气、有担当的查甫人，我真正就替伊感到欢喜。小阿姨，我知影你拢真鼓励我，追求家己的幸福。啊，不过我爸即摆变到安尼，我袂当阁遐尼自私。为着要追求家己的感情，无顾虑伊的想法甲感受。萱萱，经过这个代志，你真正改变真多。啊，不过看到你付出遐尼大的代价，我真正超唔甘的。阁有啥物所在，小阿姨会跟你斗相共呀？以后我无法度阁关心嘉伟。所以拜托你，阿哥小姨丈会当替我照顾伊，鼓励伊，让伊知影还有人在关心伊，袂当因为拄着困难的代志就失志，失志阁行回头路。我知影，我甲大伟找时间去甲伊鼓励。嘉伟真正不是大家所想安尼，小阿姨，我无看唔到嘉伟着。
起，您拨的号码现在没有回应，所以无法接通。谢谢。对不起，您拨。对不起，您拨的号码现在没有回应，所以无法接通。谢谢。对不起。陛下吧，那走对去了，电话不接。嘉伟了，找到无？无啦。少年党的较早定下去的夜店甲酒店哦，我拢嘛去找过，嘛是找无。朋友嘞，那朋友定下去的所在嘞？连伊上马子的朋友暴露，嘛是讲唔知影去倒位。嘉伟，你是咧变啥梦啊？就算讲我去啊，去两公嘛去准度数，我是伊老爸，伊怎啊是安怎？无当作我是伊老爸，我要回来啊！啊，乖。我认为少年党的也是莫回来较好啦。无当你即摆是咧胡白讲啥？喂，你看，迄天咱本地有机会哦，通好甲迄个白骨囡仔明聪创掉呢，就是因为少年党的伫遐咧动，只会去让明聪甲凯莉走。无猜讲咱哦，计划遮尼久啦，这对咱这边的打击是真大呢。你给我听清楚。嘉伟是我的后生，这是阮的代志，你无资格当官，有听无？蒋金明哦，有谁敢对嘉伟不满，我绝对会真歹看。啊，你知影无？有了解无？大的，好，莫我讲啊，我生你起来做带头，是要叫你听话，叫你好好配合我，唔是叫你要管东管西，知影无？大的，你莫生气啦，啊，我即马带少年，过来去找少年党的。大的。免去啊，咱们再顾好，我家己来找。嘉伟，妈咪啦，那安尼小林煞敲两公电话给你，啊，你也无开机啊，无你那是有听到妈咪留言，你给我回一个电话哦。这两天天气唔较寒，你衫都要穿较济咧。哎，我照顾家己哈。我等你的电话哦。再见。是要来创啥？我来找嘉伟，来创啥？嘉伟，嘉伟啊！嘉伟无伫家啦，无伫家，我唔相信。嘉伟，嘉伟，我可跟你讲，嘉伟无伫家，你是？不，袂是走地啊？我哪会知？我已经敲过刚个电话给伊啊，就是提袂起来。我唔相信，我要家己来找看卖。嘉伟，嘉伟，嘉伟，奇怪呢，你这人怎结婚哈？我同你讲，我要找嘉伟。吵吵闹闹，什么代志啦？你来我厝里要创啊？你来找嘉伟啦？嘉伟就去对你说谎啊！你来这乱啥啦？哼！卖搞什么笑，卖搞地基哦！迄绝对是你甲小汉两个串通好势，趁这个机会要塞入阮爸仔家的感情。恁甲嘉伟参加对不？我咧吃饭伤闲咧，我真系无聊。无你无甲参加，无嘉伟是去倒的？你甲我讲去倒的？我甲你讲。嘉伟本来就是天生白骨，所以我甲车勇二十几年，伊唔那无甲我感谢，我颠倒翻头就甲你相认嘛。哦，啊，即卖伊为着萱萱来反背你，迄嘛做正常的代志。千峰啊，你现在做咩来讲嘉伟啊？我讲你敢唔对？你就真正反背我，而且嘛是你甲我讲的，那是对萱萱那放袂落。好，对萱萱安尼放袂落就对了，安尼表示在萱萱引导，我来引导找。哎，金星啊，啊，无你即摆是安怎哈？你现在找无嘉伟，已经是几日离啊？哟，啊，萱萱甲嘉伟，因个代志都已经闹到安尼啊，嘉伟哪有可能搁去萱萱引导啦？啊，唔是去萱萱引导，无是去对，即摆的烦恼啊，吼，会想要找后生啊，吼。啊，无，伊刚伫办公室，
你是安怎要讲伊反话啊？你做唔对代志，请袂甲你阻挡，是倒位你唔对啊？你是安怎要甲伊生气？啊，气甲你甲伊挂挂出去？阮爸仔囝意见袂合，我小甲念两个，小甲骂两个，我是安怎？就算我欠两三个嘛，应该转来，到即嘛无消无息，迄表示讲一定有人做靠山。啊，既然无伫恁家，就表示讲伫萱萱伊遐嘛。我即嘛来萱萱伊兜找。嘿，我甲你讲哦，即嘛大伟甲丽芬已经要结婚啦，我拜托你，你莫阁去伊遐乱啊啦。喂喂，相公大伟要甲林丽芬结婚啊，我都还袂答应呢。你还袂答应？我已经答应啊！这件代志不管怎，因的婚礼我一定会替你主持啊！好啦好啦，我无迄个美国时间听你那么讲五四三，非得总共就我问上尾一遍，这位人嘞，伊到底去倒位？我都跟你讲过啊，到今嘛，我嘛唔知啊，这位今嘛人哩对啦。唔知就马紧，我家己来找。哎，金星啊，我跟你讲哦。你唔通过去萱萱，唔头脑啊！虽然讲嘉伟还阁真爱萱萱，啊，不过伊今嘛已经知影分寸啦，代志轻重伊嘛知影，所以伊绝对袂去找萱萱。顶多是你啦，即个发生这款个代志，嘉伟离开你，家己要好好检讨啊。阮家个代志免你管嘛，免你插，你若真正要插，遐个管。拜托你好好管你上爱、上心疼、上心爱黄大伟，这话代志从今嘛，你拢莫插，我家己会负责。喂，我问你啊，大伟代志，你真正要跟我作对？我哪会是要跟你作对啊？这是关系到大伟一世人的幸福呢。你也知影，伊遐尼啊爱离婚，我是不是得给你拜托啊？你先转银行。大伟若是甲林丽芬结婚，这是不幸的开始。你无看吗？我不管为着要找嘉伟，都找对咱家来乱啊！哎，后盖大伟嘛是跟我同款，但小可有代志。白建宏一定走来处理乱袂煞，袂啦！啊，若是烦恼这吼，无嘛会当叫大伟，啊，甲丽芬啊，佮弟弟才去美国啦。啊，你毋是找嘉伟去美国，是为着啥？为着想票王刚嘛，对。啊，现在即马佮伫遮拄着咧。我讲啊，白建宏是永远断袂离的啦。啊！若裴建宏，哦，你是无可能放林丽芬山，因两个人哦，一世人就搭底袂山啦。秦风啊，好啦，从今以后，大伟代事你莫阁甲我管啦，你若要管，就管你另外一个后事。爹家是会走去倒？对不起，您拨的号码现在没有回应，所以无法接通，谢谢。爸，是安怎无论我安怎苦劝你，你就是听袂入去。你敢知我怎么最后悔？我当初都无应该跟你相认，我真正不知影我对你到底是为着什么。嘉伟若真正拢无转来，安尼我遐尼辛苦爬落来江山，是要传落啥？现在黄大伟在当遐尼幸福，佫想要佮林丽芬结婚，无要紧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佮你创掉，无可能你做总经理，我绝对袂当好看到你冤家。再我来去老李厝遐。是。
无煞替我烦恼。我甲白建宏离婚了后，我日子过了真好，而且心情嘛真轻松啊。真实，我无骗你啦。好啦好啦，我若有闲哦，再打电话给你。好，先安尼，拜拜。先生，你袂当安尼啦，你到底来律师讲者？袂，做你放心，我是劳力士新公司的董事，伊绝对无可能对咱做啊。放心，我董事长，无代志啊。老秘书，阿俊先生，不要紧啊，已经出去了。是。黄董事长，虽然讲咱两个有合作关系，啊，不过干嘛请你小尊重我这规矩？啊，是讲我代志要来找你，我无想要了伤侪时间呢。好啦，请坐。黄董事长。你今日来有啥物代志？这个新公司那边，你敢有你去巡巡看看？班长，刚刚搁发生啥物代志啊？这嘛是无啦，也毋过我咧感觉讲以后会愈来愈严重哦。黄董事长，你若有啥物重要代志，就请你直接讲。好，万一啥物代志我就突破了吼。这个黄大伟甲林丽芬。伊两个要结婚了呢。你要结婚啊？嗯。伊两个即马当咧欢欢喜喜要办仪式，那有迄个心情来管公司的代志，所以我咧感觉你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黄大伟甲定了掉？啊，不过黄清芳自头到尾拢真反对伊两人做伙啊，因变哪有可能当结婚？你也了解哦，这个黄大伟对这个林丽芬真始终。伊坚持两个绝对要做伙一世人，这个黄清芳搁过来反对，也是无路用。所以咧，你家己也想看卖，假使讲因两个若真正结婚以后，咱们这個新的公司一定会定咧带出带入，恁离婚卖定来。看到因安尼，你袂感觉真惨吧？王董事长，我想你误会我啦。虽然讲我是看恁离婚真无顺眼。啊，不过我唔是种无代无志会去找伊麻烦的人啊。搁再讲，真正对不起我的人是彭建宏，也毋是林丽芬啊。而且我相信，就算讲林丽芬甲黄大伟结婚了后，伊嘛无可能会幸福过哩。以黄清芳的个性，等林丽芬嫁入去黄家，我相信伊有真济苦通食。当然是无唔对啦，也毋过你也想清楚哦，因两个卡算来真正结婚，是会好康着这林家，以后趁着林丽芳这种代志一定会发生，敢讲你拢无要无紧，那安尼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真简单，我感觉这个黄大伟，无迄个资格做总经理，无论如何一定要留落来。卖予黄大伟做总经理无问题啊。啊，不过你敢有适合的人选？哎呦，他要适合的人选真简单，钱讲的就有啊。咱会使找一个专业经理人，较听话，听咱的话真好配合，哎，就解决了。放心啦，这个代志交我来处理。我把规矩安尼，以后公司的就全部交我来负责了。你看啥款啊？啊，不过安尼做，黄清芳是绝对无可能会同意啊。那你是咧惊啥？咱两个人股份加起来比较多呢。董事会甲开落，伊敢敢讲话笑？我看也是卖安尼做好啦。海洋生技基地，黄大伟确实是一个真好的人才。想要找到陈秋建专业的人才哦，我想应该有真仔困难。我咧感觉真简单。只要这红阿飘呢，这个先锐社会人才，拢自然会早早出来。王董事长，我知你甲黄清芳有过节，啊，不过我不是这么简单，就当予你煽动，去找伊麻烦，做你的拍手。你讲这种话，我所做一切拢是为你，为你好呢。哎呦，阿你阿你，干嘛讲我是利用你，阿你才对了，好啦，那安尼，我多谢你的关心。啊，不过真正跟我玩笑的人是彭建宏，
甲林内婚黄大伟一点仔关系都无。生活起无啦，哦，为了生活一句，以后若发生什么代志，拢跟我无关的，你家己负责。我袂讲阿姐，无代志我必先来走，哦。是假。之前不是跟我讲过，你是为了要跟林丽芬做伙，才有跟我离婚。哼，现在伊就要跟黄大伟结婚啊！我只看你以后在我面头前安怎红声。是啊，我搁转转来做沙洲啊。等等的，我头一日就想到你啊。你公司建了遐尼多，只要你稍甲阮捧场一下，阮绝对已经食到年尾。我知，无我后日拜访唔去联络。放心，我一定亲身去你公司甲你拜访。好，多谢你哦，拜拜。我阁替你找着新的客户，那你要怎奖励我？我是头家呢。啊！你是头家娘呢？啊！哪能个头家娘？你甲头家要求奖金的啦？这头家娘吼，都应该甲头家伊的厝顾好、退欠钱才对。你什么时阵变喊你当生啊？你敢唔敢？我这里做头家娘的，外口另外找头家。哦，这都严重啊呢！我若是安尼吼，这做头家吼，再把头家娘给烂好掉，唔通去会飞去。没啥物件，你阿边还结婚？啊，我得教吼，人伫你讲生日时阵吼，提出招待因的啦。你若提这婚，伫遮招待人客，咱要罚钱的呢。即摆烟害防治法已经开始实施啦，在像咱即款办公室，政府有规定，三个人以上的公共场所是绝对袂用食薰的，参像一挂餐厅、KTV 拢共款啊。哼，这么严重哦！啊，不过，我拢是爱第一间讲生理的啊。啊，即卖是袂用食薰，我是袂爱讲生理啦。咱即卖开这间公司，等于是重新出发，都应该有客户全新的形象啊。我相信，只要咱可能过去认命，再加上咱做生理的信用，咱公司一定发达做起来嘛。搁再讲，上重要，我安尼做。是为着你的健康设想的。那我希望你会当看我的手过一世人，会当做我上大的外靠。那你当然我都要保持你身体健康，咱两个唔叫话都永远做过。你讲得真有道理。咱今麦变事业，还阁真长的路要行，所以身体吼一定要顾好，啊那无。讲的拢是假讲的，对吗？来，我把阮收起来，好。赵老兵长，拄好你丢下的时阵，我有看你开一张数目真大的票出去，啊，我若无啥印象，咱公司最近要用遐尼侪钱啊？尽量到处咱公司的金主啊，临时能力啊，该所有事交出来国外去啊，所以所有资金咪拢抽转去。顶一边你们向王刚的电话无接到，咱即马拢爱先去红调沙洲啊，即咱先付人钱，那你继续落，咱公司的周转可能出问题。凯莉，是你啦。当初进前哦，需要不够周转，今仔才变成安尼。唉，这到底是要安怎？这钱是要去倒位转的？刷刷机啊啦，啊票拢开出去，收钱嘛不路用。我今麦上烦恼的是，咱的资金会出问题，那你是变甲王刚拼落去，早晚一定会看破卡手。Ugh.
凯莉，我就想一个好办法啦。我想这黄清风吼，甲王姑敢是死对头。黄清风一定要看到王姑敢拼偌济。对吼，反正黄清风有可能借咱钱，无必要，你找机会甲伊讲看卖。之前我为着王姑讲哦。 我记得做电工情况啦，啊，所以就甲代志可能。好啦，无我出面甲伊讲。哥，结婚，我有听妈讲你要结婚的消息，我听了真正足欢喜的，恭喜你。 虽然讲代志无你想的遐尼顺利，爸爸还是反对我甲你合作伙，也毋过会当听到你清脆祝贺文，我是感觉真欢喜。我真正就很幸运的，两个人会当坚持到最后，有这款好的结果。因为并不是每一个相爱的人，到最后拢会当采取另外个人同款。佳伟。 我知影你已经离开王家，想要靠家己的生存去打拼。我甲大伟拢替你感觉足欢喜的，你一定要坚持落去，千万唔通搁去行回头咯。我知影，其实这届我会决定离开阮爸爸，有其他的原因伫的。你是为着要做宣传的吗？萱萱有来找我，伊甲我讲。 虽然恁两个无法度继续去做伙，不过伊看到你已经离开种生活，真正当作做人，伊嘛替你感觉真安慰、真欢喜。若是萱萱会当莫阁怪我，会当阁予我机会去关心伊，安尼我所做的打拼就有价值啊。对啦，萱萱伊爸爸。 即马情形安怎，敢有比佫较好啊？好好准备要家之前，做到有熊大姐夫的理想，嘛是伊的专长。伊为做老师，做过校长，伫个教育界讲的二三十年，起码希望要叫伊离开，心肝内难免真艰苦。 是我的原因，萱萱伊爸爸。佳伟，你无需要自责，这是意外。你甲萱萱嘛无愿意发生这种代志啊。我即马是甲烦恼阮大姐啊，佮萱萱的处境。阮大姐个性较固执啊，伊无愿意拖累别人，所以伊给阮的帮助。 想要家己去做阮大姐夫，起屁股动手术的费用。即马连萱萱嘛咧想办法倒来趁钱，我看了是也足唔甘的。我就是因为感觉对萱萱因爸爸有亏欠，唔甘看萱萱一个人，甲所有事情拢担起来，我才会决定离开阮爸爸。是不是当看我双手？ 亲亲白白趁钱，看安尼做，萱萱伊妈妈是毋是会当接受我对因的帮助，嘛会当减轻萱萱的压力，弥补我对因兜的亏欠。佳伟，阮大姐个性较直嘛较固执，所以我想短时间内爱伊改变对你的态度是有较困难。啊，不过你安尼做。 嘛是有希望会用靠家己的双手为家己的未来去打拼，所以就算讲到尾啊，你无法度甲萱萱因斗相共，我相信萱萱若是看到你的转变，一定嘛感觉真安慰的。伊嘛伊真正会认想，不过无论安怎，我一定想办法来弥补萱萱因爸爸。 Thank you.
你是信心吗？黄大伟，你想袂到离婚的对我遐尼绝情，真正连一点仔机会都拢无要给我。 真是真的，安怎？是毋是因为林离婚要结婚啊，成龙毋是你，你心情就郁卒？想袂到你对林离婚，也是遮尔痴情，到今麦阁对伊思思念念啊！无怪你之前对我遮尔绝情。 在离婚迄天签名了后，你都唔肯换头看我。啊，不过真可惜，我看你所做一切拢是白了工。啊，你之前这样用心计较，想要挽回林丽芬的心，啊，不过也是决定要嫁给黄大伟。 咱两个即马就无关系啊！你是过来我的公司做啥？你出去后，我无想要看到你。我就是专工来遮看你这个病情咯，下场换我凄惨。我甲你讲啦，你即马无法度挽回林丽芬的心，这是你本意开始。煞来你的后生会叫别人爸爸，你的事业会完全毁掉，你身躯边所有的人会一个啊一个离开你。 到最后哦，你注定爱一无所有，一个人孤孤单单过日。刘安琪，你的心肝是比我搁较恶毒的。你讲我有报应，不过你绝对会比我搁较先报应的。你放心，我绝对无可能顺你的意。我的证明给你看，我偏见洪无理刘安琪，我的家庭、我的事业，绝对会搁成功起来。我绝对会搁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。 你好，好，请问你是多位？找我有什么代志？我是王佳慧，是蔡校长伊查某囝的朋友啦。我今日专程来遮，是为着蔡校长的代志，要拜托当署长的。好，这样，多谢。 当署长，啊，你嘛知影，蔡校长伊在教育界已经服务二三十年啊，所以校长这个职务对伊来讲有安尼啊重要，相信当署长一定比我更加清楚。所以我是诚心来遮，要拜托你，是毋是会当阁给蔡校长一个机会？啊，我相信蔡校长伊一定会尽心尽力。 甲这间学校管理甲真好势。你叫王佳伟。是啦。蔡校长的代志，我嘛有听人咧讲啦。敢若亲像，都是因为你，甲伊的查某囝要想娶走，才会引起一个意外。虽然讲我嘛真同情伊的做法，也毋过学校有学校的立场，而且。 蔡校长会变成这么安尼，应该是你甲因查某囝的问题。所以，要安怎安排蔡校长的出路，
我咧想，嘛应该是你来想办法才对啊。董事长，你讲了嘛唔对啊。不过，我今仔日会将遐大明星来遮拜托你，迄是因为蔡校长伊做代志，真正就认真负责，做人嘛真公平正直，是一个真有理想的教育家。啊，伊若是因为安尼就离开教育界，对遐学生，也佮即间学校来讲，真正是一个真大的损失。所以，我希望董事长，你会当给蔡校长。我倒来好好服务，好不好？这家人事命令我已经决定了，向来讲拢无效了。你俩总讲我唔知影你的心肝内咧想啥，我都唔相信你专工走来这替蔡校长讲情，无其他的目的。我知影你甲恁老爸王古讲，本来要帮阮好好的讲的，你这尔想要蔡校长倒来好好？是不是你该有啥物交代？所以才会关心讲，阮学校到底要找谁来做校长？董事长，你误会啊！无唔对，进前阮是真正想要保恁学校的工程，啊，不过蔡校长伊坚持就一定要公开招标，所以后来阮就退出这个标案啊。你唔免阁替伊解释啊！你愈替伊讲情，愈会引起人的怀疑。但真正无利的关系，伊一个做校长的人，哪会甲恁这种乌托兄弟在交配？讲实在啦，像伊这种甲老魔斗做伙的人，已经无适合做阮学校的校长啊。董事长。